通常是要的。欢迎做餐厅小心朋友，小鱼粉都可以吃吗？哦，可以的。它是，它不是饭，它是面的。猪肉海鲜。吃这么好？你是猪吗？我怕慢慢煮哦。中间不会熟哎。所以天屋是日本的。天屋。天屋日本。天屋是手的意思吗？天屋。那就是用手炒。这是什么？红岛烧，然后这是文字烧。那我那时候去那个一样楼下的那个超市啦。哎。然后买那个酱汁做这个。好，下次我再来买，因为我们没有铁板呢、啊。不用平底锅煎啊。好，再来买啊。好，我们偷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超味道。有点脆。好好
这个好小只哦。好，油一点好。所以刚加了黄黄的是蛋。啊，七十。台本、小日本都可以吗？可以。小金猫脸会做成牌的。烧嘛，啊，不一样。
用。你不过关行程了，就可以都享用了。哦 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好。哎，这锅巴料理哦，哎，不错哎。锅巴就是要用这个吃的，哎，小吃的。有锅巴吗？他们要等一下。哦，有了。不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吃蚊子烧用的。哦。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用手指，然后再压着，然后往后拖。哦。拿起来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哎，是，哎，是，那大致是就是。大致是这个。哦，这是这个。对，它是就是这样，比如说把它切。啊，对吗？对吗？你跟我说，我说吃这个，真的，好，好知道，好知道。干嘛揭穿我？干嘛揭穿我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是韩国也是这样吃，小只的蚊子烧是小只的，要用压的，压的来吃。他应该让你吃到最后才对。是这样子吗？哦。加点调味料。干嘛加点？它的粉是什么？米粉还是面粉？如何？好，我要开动喽！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它超会打。它不会，它有它有一些小。那压的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压，如果压不起来就捞吧。有啦，有锅巴，烂烂的。打给妈。还不够啊。不错哎，绕路了。蛋的，鸭这边，还不错哎，那个肉汁。蛮好吃的，好，先这样哦，拜拜。